这是北京奥运会上在五棵松篮球馆里拍摄到的一组姚明的照片。每幅照片上的姚明有着完全不同的表情。12年内，中国队三次进入奥运会前八，中国队又是八强。当在八强前加上又这个字的时候，也许对于中国队的小伙子们不是一个公正的评价。只有当你倾听了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分享了他们的奥运旅途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支中国队，了解八强的价值。这个挥拳头是纯粹是一种自我的宣扬，自我的那种浓墨重彩，在最后画一笔，就有一种自我自恋，然后在自我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对着现场18000多观众，爷们儿们没给你丢脸，把我带到了全队。我是中央电视台奥林匹克频道的于佳，今天担任主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抽签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抽签仪式开始之前，奥运会的男篮女篮抽签仪式之前有一个彩排，彩排非常非常的细致。国际篮联的官员来自德国的，他叫埃伦。抽签仪式的彩排上由他来模拟，国际篮联的技术部主任考特莱巴走来进行抽签。抽出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真的叫这么抽签的话，我们可能就完了。España。第二天真正主持抽签仪式的时候，我当时就说：“不过这么巧吧，完全一样的一个抽签。”这世界超级强队美国队，2006年世界冠军西班牙队在我们这组。世界亚军希腊队在我们这组。等于世界前三名把这组给包了。赛程排出来的一看，就是大家都哎呦，第一场就中美，然后打西班牙，这两场一打完，要打篮球是需要跟，不能说完全跟打仗一样吧，但是有共通点，就是就是势和骨不可泄。你不能说是惧怕吧，但是会非常的非常的困难，从队员的心里都不愿意打。万一打得稀里哗啦，特别北京奥运会，肯定有很多非议。我们当时想那个实力，没想到打后来能打那么好，但是想哟，按照以往的经验，一输又是30-40分，是吧，到时候骂声一片，到后边又是大家骂的信心都没了，怕是这个。在这支中国队里容纳了老中青三代球员，既有孙悦这样第一次打奥运会的新兵，也有最后一次为国效力的老将李楠，还有姚明正值当打之年的 NBA 巨星。他们来自不同的联赛，不同的球队，但是他们却追逐着共同的梦想，北京奥运会。但在征战奥运会之前，这支球队却面临着很多困难。去年这个时候，首先就背负了一个很重的压力，就是因为这个脚伤，火箭队赛季报销了。然后紧接着就是奥运会，我们等那么多年，我想赶上这奥运会。从2月份受伤开始，他说4月的恢复期呢，就是差不多到6月底才可以恢复好。那8月初就开始奥运会了，一个月时间是否可以恢复状态？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大山压在那儿。因为姚明的伤，中国队迟迟无法合练主力阵容。而中国队还有另外一个麻烦，那就是主教练尤纳斯和队员的矛盾。非常有性格的教练，这种教练大家也许很看不惯他一点，就是他动不动就是质疑队员，抽着队员，他质疑一切。
我是那个第一位的，就是队里被骂最多的就是我，就每天他不骂我我都觉得奇怪，后来就是真的，就他不说我我就觉得奇怪，我还得跟他那儿，我说今儿我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为什么你没骂我。在欧洲，在世界上并不是处于这种先进的这种在第一集团里面，那么我们实际上是第二集团还偏后了，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团队这种凝聚力，这种向心力尤其的重要，尤其在我们这支球队里边。那么如果你不团结的话，你大家不一块儿去使劲去拼的话，那可能成绩会更差。因为这里边有这个东西方文化、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要有一个过程。当然我也觉得我们是在磕磕绊绊中走到了一块儿。这样的话就是我是提出了一个，我们提出了一个处理好大改造和小改造的关系。大改造就是请尤纳斯来，就是要为我们队伍进行全面的改造。那么我们要让他全面的改造获得成功，必须对他进行小改造。在中国，尤纳斯最信赖并最愿意听取建议的球员就是姚明，自然而然，姚明在这次改造中就成了关键先生。他个性非常强，非常主观。那么我们发现了问题，我们可以跟姚明沟通，让姚明再进一步跟他交流，那么还是有一定效果。七月份，姚明伤愈归队，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归队的姚明和中国队却迟迟无法进入奥运状态。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我个人感觉还可以，但是看大家的这个非常的感觉非常的疲劳那种，就是一点兴奋点都没有。这个是在大赛之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中国队的低迷状态持续到八月份，在一系列热身赛里，中国队战绩不佳，甚至还输给了奥运会同组最弱的对手安哥拉队。男篮的状态在那个时候就又一次被大家批评，我们在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失误十多次，就已经被断的都，用一个当时一个媒体同行的话来说，我觉得他们快不会运球了。你这支球队的状态怎么能打奥运会呢？要用你们的好的比赛为祖国赢得荣誉，赢得尊严，赢得友谊，赢得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过去好像没有，后来我们知道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分别接见一支队伍，只有男篮。温总理接见的当天晚上，男篮打了一场热身赛。这一场热身赛让原本心情很好的尤纳斯勃然大怒，甚至扬言要开除队员。开幕式之前，我们和俄罗斯打了一场内部教学赛。俄罗斯队他们最终没打进前八，但是我们被他们痛切一顿，就是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那场朱打最特别不好，朱打特别不好，老姚就点名批评了朱。那么实际上大姚打得也一般，因为大姚那脚已经，我感觉他已经快到极限了，因为他在这个手术之后就不停地在训练恢复，不停地训练恢复，为了找这个状态，人都跑不动，然后拖着脚非常辛苦。当天晚上我们开会，尤纳斯是大发雷霆，说你们这状态别想打奥运会，根本不够资格打奥运会。说你们竟然能用这种状态去迎接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那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在你们自己的家门口。会后，尤纳斯将矛头指向了孙悦。他认为孙悦的训练状态有问题。运动员就是这样，你不可能状态一直都很好嘛，肯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然后他又越那样，我就越生气，你知道吗？我就想跟他较劲。他后来就是说，能不能再练烂点，然后我好有理由把你踢出国家队。是我对男篮在北京奥运会前有信心，也有疑虑。8月10号，北京奥运会男篮比赛第一天，中美之战被安排在晚上10点进行。1亿中国人，8000万美国人，总共超过10亿人观看了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一场普通的篮球比赛被赋予了超出体育本身的含义，超高的关注度让它成为了一个社会事件。而身在其中的球员，则是压力的最中心。我前天晚上没睡好，我是赶下午就要睡的。前天，昨就是前一天的晚上没睡好，没有睡得非常好。因为美国队入住的不是奥运村，他们在洲际酒店住。韦德说，我前天晚上几乎没睡着过。这个是两支最紧张的球队的比赛。如果说中国队是第一的话，美国队是第二。为什么这么说？美国队在那之前7年没有拿过世界金牌了，世界冠军了。他们非常渴望，他们这支队伍的名字叫救赎之队 The Team of Redemption。 他们要把美国篮球的荣誉救赎回来。10号下午，一场大雨不期而至，但是大雨浇不灭人们的热情，球场外到处都是球票的观众，外面一票难求，而场馆里面也是人满为患，似乎空气中你都能闻到中美之战的味道。我记得那时候想过一件事，就是我记得同样是悉尼那场奥运会，上来领先9分，对吧？然后我记得那场比赛完了之后，后来回到奥运村吃饭，我忘了是我们的副团长，忘了姓名了，走到我们那儿说：“你们开始打真棒，你们要这场比赛要拿下来，我们立马派专机把你们飞回去，后边比赛都不打了。”真的，这就往好地方想，就这么着。这是除了开幕式之外，各国首脑明星出现最多的奥运比赛，共有6位总统，多达100多位各国政要出现在5棵松篮球馆。他们当中就包括布什父子2位美国总统。在比赛开始前，布什父子还特意来到了美国队的休息室。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受那种中国的那种近代战争影片的影响，那种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总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在自己的祖国可以参加这样一次奥运会，这是第一场比赛就对上美国队，而且总想留下一些。
迈进那个场地那一刹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不能说是兴奋，应该说是震撼。你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真的可以超水平发挥。赛前没有说什么话，我的想法就是说，你要跟他们说话，你必须拿出足够的资本，你应该要打好了，我才会跟他们去说话，就这样。一开始我认为是不适宜说话的，一旦说话，就有一些像示弱或者像套近乎或者像怎样。我总想说，我们必须，甭管最后咱们是怎么躺下了，但至少上来一些人砸你一棍子。可能以前有点惧怕。可能有点仰视，有些球星你站在场上面对他的时候，这甚至是你的偶像，就是甚至是当初是你因为他的看他打篮球你才打篮球的，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确实是挺微妙的。但是后来尤其是奥运会这几场比赛，我觉得大家的心态真的是不管谁都不怕，站在场上那个就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平等的，你也不可能把你的年薪带到球场上。咱们知道咱们中国都是唯物主义者，很多都是唯物，但是我说我感谢上天，让这个中国队有这样一个开局。但是马上又要投入战斗了，从前场跑到后场之后不想了。但是他完全凭借他的经验，孙悦漂亮，这是孙悦，又是一个外线的三分球。孙悦好球，孙悦，这是一个。我觉得之前可能我们遇到美国队啊，然后就觉得哎，反正都输了，都会输的嘛，干嘛要那么使劲？可能大家在没打球之前就放弃了。可是我觉得在站着球跟美国队打每前一秒，大家每一个人都没有想这场球我们会输，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快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哦，这是一个大。得分点非常开，大家和这绝对是全明星的全明星中的全明星，全明星有24个人，这只有12个，全明星中的全明星可以抗衡将近半场比赛，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孙悦冒霍华德，我是非常非常出彩的事儿。但我想说的是，至少我们心中提升了我们的自信心，对我们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我就想在下一看对方下一秒的移动，所有别的事儿都没有，就是进攻和防守。就是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就是我就没有印象有掌声，就包括我盖霍华德的那个帽，我都没有印象有掌声。就我可能太全身贯注在这个方方正正的场地里。我非常得意的一件事呢，就是有一球德龙想隔着我扣篮，没扣进，被我扇下来了。扇下来之后，他又跑回来又想扣，扣完之后呢，给我盖帽盖下来了，然后吹犯规。我冲着他们整个板凳喊，我说我还有3次犯规陪你们玩。这样说一句，半示威半开玩笑，另外也是带动一下剩下的队员。就像有我和我的队员是一样的。我和他们也，美国的队员也是差不多一个级别的，你们和他们也是一样的。
这场比赛打了之后，让大家互相更团结，更信任。教练和队员之间，队员和队员之间，教练和教练之间，我们会增强了这种信任感，能提高这个球队的这种战斗力、凝聚力。我觉得他们从这场比赛开始的时候明白，我们只有像一个球队那样去战斗，而不是一个人去战斗，这是一个集体项目，只有大家一起去战斗才有可能成功。这个挥拳头是纯粹是一种自我的宣扬，自我的那种浓墨重彩在最后画一笔，就是有一种自我自恋，然后在自我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对着现场18000多观众，爷们儿们没给你丢脸，把我带到了全队。恐怕大家记住西班牙更多的是因为我那时候的炮轰。2006年的时候没碰上，但是他们在失去加索尔的情况下拿世界锦标赛冠军，所以又上了一个台阶，然后到现在北京奥运会，最后大家看到是美国和西班牙争夺冠军，所以和打美国队差不多的心态，就是说少输就是赢，然后这是我们的主场，容不得你到这儿撒野，就这样。我2004年那个事儿，我做了，我认为做的不妥当，但是最后也起到了一些效果。如果我伤害到谁的自尊心或伤害到谁面子，我愿意道歉，但是我不后悔，因为那是我24岁。我24岁只会做24岁做的事儿，犯24岁的错误。因为当时就怕打美国、打西班牙，万一出局不利，姚明应该是发火，其他人可能就比较被动。我也跟他个别谈了一次话，谈了1个多小时，就是聊天吧。那么我结束的时候，我说：“姚明，你2004年奥运会发了一点火，我希望2008年要注意。”北京奥运会影响了，他说我今年20几了，他反问我，我说你28了吧，他说我已经长4岁了，不会那样，你放心。我们每一场队针对不同队伍都会做非常非常细致的分析，刘纳斯就告诉我们西班牙队有多么多么强大，他的强就强在他的个人能力会更强一些，打法嘛都是那么防守非常凶，然后阵地进攻就是以这种挡拆很机动的进攻为主，然后球员个人的能力运动速度也非常好，那么都是眼球非常准。因为他们那场一开始是没有上主力的后卫嘛，然后我还以为他们有变阵，结果他们一直在用替补后卫打，他们可能有点小看我们，就觉得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China había perdido con Estados Unidos claramente, entonces habíamos ganado teóricamente el partido antes de empezar. Entonces hemos estado jugando
pues mal, porque no estábamos agresivos.我们以前就是说过分依赖姚明啊，那么现在这支球队从内外线这个能力上来看，水平更均衡了。虽然外线还有一些欠缺，但是在水平也在提高。那么这个能力在提高之后，这个实力接近了之后，这个均衡了之后，跟对手的这个差距缩小了啊。这是一种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质的提高。两分有效，易建联腾空而起，一次大力扣篮，在这点了一下，加段飞出来，朱芳云要进了，今天这个11分了，还真不错。我不想要半场休息，我希望接着打下去。我担心半场休息把我们这个好的状态给遏制住，把我们的好的状态怎么说呢，中断了。机会漂亮，真玩命。西班牙队今天的开场是轻视中国队，派上两个替补打先发，对，这就是轻敌的代价。Entonces, afortunadamente en el descanso, pues hemos reflexionado sobre ello y hemos sido capaces de jugar pues mucho mejor y sin esa presión, entendiendo que China sí nos puede ganar.Entonces yo creo que ese cambio de mentalidad ha sido decisivo para que pudiésemos acabar forzando la prórroga. 西班牙当时就像一个人被摁在水里，摁了40分钟，终于可以出来换口气了。大家都可以试试。姚明已经是站着了，他脚下根本动不了。对，这时候一定要换下来休息。王治郅再中压哨球，很长士气。王治郅三分球，交进了，交进了。我可以这么说，我们一开始没有想法去赢这比赛，但随着比赛的进行到最后，不想赢是假的。在几十年之内可能就不会有这样机会去把一个世界冠军有机会去把它战胜。对方发半场发球，哦，朱炳抛投，球没中，加时赛。球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王治郅那两个三分球太长士气了。王治郅那两个进球，我当时解说的时候，我记得形容黄金般的进球。但是我也很不理解为什么把王治郅换下来。作为他来讲，防守是第一位。如果你要这么看的话，那你可能好多这个问题你就能理解了。但是就场上的情况来讲，其实当时是两边，就是说攻和防是两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单纯防的问题。但是教练员他有他的想法，有他的安排，我们只能按照教练员的部署去做。但是对于一个球员来说，那场球能够算我心中永远的痛苦。中国队需要得分，还给姚明。姚明已经不怎么打了。你看，这现在是不是劲儿大就是劲儿小了？对，体力下降太多了。还打三分，现在没法打了。姚明被罚下了。I don't know why, but when we can get this game in pocket, we start make bad decisions.
turnovers and finally we lost the game.张华罚球线，王治郅三分球已经没有，因为在上下面呢已经手感已经凉了。对，幸福曾经离我们如此之近，可惜现在幸福离我们如此之远。大志投完第二个三分之后，我觉得希望就像一把沙子一样攥在手里，一点一点往下流，流到就剩小手指这儿，突然小手指头就松开了。这个机会多少年可能才有一次，我们把它抓住又把它放走了。这场比赛是因为他们才撑到了最后，而并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像往以前的比赛，就是姚明多少分到最后输一点或者赢一点，是他们撑到最后，而我没挡住最后一个球。哎呦，这球打中！暂停啊，快叫暂停啊！布置一下这个进攻啊，19.7秒啊！我说你要是真的像电影里边说那一条，你要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去挡那个球。我把他腿撅折了，给你。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个打击，因为到那个份儿上了。没有人不寄望于奇迹的发生，奇迹发生了就变成现实了，但奇迹没发生还是现实，只不过现实与现实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这种打击对这个球队的士气会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会后面有很多比赛你都会打不好，会受影响。我们打完第一场比赛，觉得原来美国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强，我们也不一定能输到他，就是输到难看到不行。第二场我们觉得世界冠军我们也有机会赢了，这就是这个心态的。你想，如果之前两场我们都是选择放弃策略的话，如果都输得非常惨的话，那可能也没有后来。我当时等不及想开始下一场比赛，你其实我们这是积攒到了一个点呢，最后全撒到安哥拉身上，就想着说嘿小鸭影，我非把你捏着怎么那种劲儿。那确实我们后来是确实干成那件事，像我们说的那样。完了之后，那我们知道德国也不是好打的，我们也必须去认认真的，不能光凭血气方刚那种，好像镜头，还有讲技巧，还有讲战术战略。打德国，其实我们研究最多的就是诺维斯基。我老尤就说，你把他控制了，你这比赛你就赢了。他这个超发就是他打得好，我们就危险。我们当然做了很详细的传播告，我们得到了小尼尔森，整个一内奸他是的极大的帮助，加上我们的球探TJ， 他从费城七六人队雇佣过来帮助我们的，给了我们很大的那种帮助，包括大志原来也当过队友，他有一些经验。我虽然不是主防诺维斯基，但从我从协防的角度上来说，我也很有很相对多的经验，我们和小牛队曾经也打过很多的比赛。对德国一战是事关小组出线的重要比赛，出线的压力重重地压在了每个人肩上。奥运会期间，担当国家队领队的胡嘉石甚至要吃安眠药才能够入色。这是一场谁都输不起的比赛。
你结果赢了，你这四年没有白付出，否则你进不了前八名，这是生死之战。都说这是一场生死战，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可能就是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去进八强嘛。唉，大家其实压力都挺大的，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大巴从驻地到比赛馆的时候还可能有人开个玩笑，那天静的可怕，对不对？然后那天我就故意把那个耳塞放在耳朵上，然后我没有播放那个音乐，看有没有说话，一个人说话都没有。那个时候五个钟就像一个大火盆一样，每一个人都舔一舔，媒体舔，球员舔，各个报道者舔，球迷也舔，看过上一场还舔，所以到那个状态下，你说这场比赛谁能觉得告诉我不重要？不让他投篮，外线的跳投不让投，让他迫使他突破，突破的时候不让左手突破，让他往右手突，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命中率对比，他右手突破命中率大约比左手下降10%几。如果你左手你突破以后，不管是急停跳投或者最后投篮动作，还是50%几的话，那右手它是40%，或者更低，这样有个对比我们就好弄了。我们就是不能让你从左手突破。我记得有一球，坏人突然之间换到我上去防守，我整个跟他跳贴面舞，就贴他左手那边，就贴哪支哪。不让他个人打风格。因为我们对防守策略了，让他限制他的发挥。他上半场的发挥被我们完全限制住了。前三节他基本没怎么太得分，因为其他人都是一些正常得分啊，因为我们一直保持个10分左右的优势吧。德国队其实，在奥运会开始之前和我们特点非常像，就是诺维斯基发挥好，德国队赢；诺发挥不好，德国队输。中国队也是这样，姚明发挥好赢，发挥不好输。但是，奥运会经历了几场之后，我们中国队已经变了，因为我进攻有那么多点，我们那么多人可以进行单打进攻，然后再分球，相对一些实力接近的球队，所以我有更多的力量去投了防守中。好像有点回到年轻时代，就是光防守不进攻。就是你不能让他的这种有任何的这种发挥的这种机会，他是一旦让他找到手感之后就不太好控制，就像我们最后一段。漂亮、哦、真的要注意诺维斯基了，对，跳暂停了，怎么样去防诺维斯基这一点。哎呦，你看还要打三分，这两分有效，再追加一次罚球。对，两手直发麻，我心里说不清楚什么滋味。诺维斯基罚球，姚明就站到后场跳河水，
那这时候胡佳石正好手里有一瓶那个运动饮料，就扔过去，姚明就一掌把这瓶子打到胡佳石脚底，胡佳石都愣住了。姚明大吼一声：“白水！”领队白喜林赶快绕着椅子转半圈，到这个冰桶里拿了一瓶矿泉水扔过去。姚明一仰脖子就大半瓶进去。国家的荣誉扛在你肩膀上的时候，姚明又是这支球队的领袖，他明白这种责任的分量。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不紧张，但是他这种紧张并不是转化成了发挥不好，而是他发挥得很好。哎，好球，没人了，漂亮球！关键时刻还要利用姚明这个身高打内线，有了！哎呦，诺维斯基还是真厉害啊！啊，又是诺维斯基，哎，带球撞人，带球撞人，好球！带球撞人，一分是太关键了。56:55，还有1分08秒，看了诺维斯基一个带球撞人，易建联漂亮好球，关键时刻呀，易建联这球投进去了。你在对方打高潮，打出一个小高潮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你去紧张或恐慌，只会再给对方机会。其实篮球就是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这儿，可能就是在想，就是制约和反制约的这种之间，就像一场怎么说下棋博弈，就是你见招拆招嘛。如果说他用这种方法打你，你可能会有想出一种方法去阻止他这种方法，然后你再想出另外一种方法去回击他。那个时候王仕鹏冲过来，哎，张开双臂，我说好，那就这样吧。我就冲去跟他抱，最后一个球在我手中，然后我当时就想嘛，因为这本身也是最后一届奥运会了，又在家门口打，那我这场就是我们进前八了，然后我想留这个球做纪念。这里边我们的桌子快拍烂了，天花板快掀翻了。当抽签的结果一出来，我就被外界的声音就铺天盖地的，就说我死亡之主啊，然后怎么样？没有人，其实从那以后也一直没有人说什么。每个人，包括从主教练也好，到每个队员也好，接受采访的时候，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说太多的东西。赢球的那一刻，我觉得有一种就是自己证明了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每个人都说我们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做到了。这是中国篮球第一次踢成一组打进八强。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是希腊队，我们也第一次有了选择淘汰赛对手的权利。对希腊赢了的话，我们有可能对阿根廷；输了的话，就是对立陶宛。尤纳斯是立陶宛的教练，立陶宛国家队的大部分球员，包括他们队长西斯考斯卡斯和他们头号球星杰斯克维修斯，两个人都是尤纳斯非常好的学生。尤纳斯认为对他们有非常非常了解。尤纳斯可能觉得他对立陶宛每个队员教练思路都很清楚，觉得他准备立陶宛他有把握，可能也过高的估计了自己。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就是如果你对希腊赢了的话，你至少会是第六、第七名了，你就实现历史突破。这是中国男篮北京奥运会上最奇怪的一场比赛，大多数主力球员都被要求坐在替补席上。整场比赛，姚明的出场时间不足18分钟。我曾经在场边跟尤纳斯闹掉上场。对，那时候我尤纳斯很少有的跟我说，我让你上场干嘛，你再给我乱投三分去。我说我保证我不会投，我知道我错了，我不上去我会认真给你打。Yeah, well, fighter. He wants play, he wants fight, he wants, you know, help as possible for us. But, you know, he's player, I am coach. I am this guy who making decisions.这是我们的一个中国队的一个传统毛病，就是说那点就小富即安吧。
以往的分析是由球探来做，这次分析是由他来做。啊，他有个双胞胎，双胞胎的二中锋，我们叫四号位大前锋。他说这个人挡拆不下顺，只投篮，一定不能让他投。结果那个家伙那场投了三个四个。还有一个后卫特别好的一个后卫，在 NBA 也打过，他的传球就像就是非常的诡异。你要注意挡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的传球，还是没防住。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非常有勇气、非常有斗志的相信比赛，但是从实际现场来看，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们在之前，我们是战略性放弃，打到我们这一代，我们是每场都拼，但是还是一个过程。到那个时候，我们以前只能拼两场，恐怕现在我们可以拼四场。但是奥运会是八场九场比赛，我们只能拼，我们在这个水平里边，我们只能连续拼这几场比赛。因为毕竟你代表国家队结束了，在离场的时候呢，自己会，我记得我好像有意识的就是又看了看体育馆啊，怎么怎么地的，会有一点这个，怎么讲，一点就是。多少会有一些，你不能说伤感，有点这个留恋了。我觉得在国家队里帮助我最多的应该还是老尤吧，我觉得他对我是用尽了各种办法，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我俩扯平了，因为我觉得我他对我用的那些办法就是为了我在奥运会上那样表现，然后我也在奥运会上把那些表现然后都还给他，对，我俩也平了。我们是开盘走低，短时间的暴涨，然后延续了几场比赛之后有一个小低谷，然后回到了一个缓慢的一个坡度，再慢慢往下降。但最后总来说，最后的终点是高于我们的平均水平。也许他们是想法感受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在北京奥运会里，他们同属一支球队。也许他们无法登上奥林匹克的最高峰，但是他们在国家荣誉面前摒弃前嫌，携手战斗，互为兄弟。这是奥林匹克的真谛，也是这支球队的最高价值。